做到了。我知道你从来没有恨过我，只是我无法原谅自己。银尘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救出姬梅，救出我们共同的王爵。我们一起救出姬梅不好吗？我至今都无法忘记我们在岛上的日子。你、我还有东河，还有我们的王爵。我叫银尘，我是王爵新收的使徒。他叫东赫，我叫格兰仕。啊！以后我们可以一起玩了。你要当心了，否则以后会常常被他耍得团团转的。王爵，从此以后，你们要和银尘一起好好修炼，并且好好对他。必须活着，麒麟还在外面等你，我们都得活着。麒麟。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为什么我们会在永生岛？是银尘，银尘将我们送出了土耳一起。
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把我送走，为什么呀？那我们就再进灵冢。是了，我们走吧。这个应该就是溪流说的祭坛了。这里，他只跟我说有圆形的水池，并没有告诉我怎么到下一层。林晨，你看这里，一池同源黄金血，换开白色地狱门。地狱门，应该指的就是通往下一层的门。为什么是白色地狱？黄金血又指的什么？我在想，白色地狱应该指的就是囚禁极美的地方。黄金血是融入黄金灵物的血液，也就是灵术师的血。同源黄金血指的是来自同一个人，但是能够放满这一池血的人早就死了。现在的我，这些血应该不是问题。虽然你有永生天赋，但要放满这一池血并非易事。让我试试。你千万要小心。明白了，利用溪流封印极美，让万无一失的选择。如果没有永生天赋，就算找到图尔遗迹，来到这一层，根本也无法解开封印。这证明了白银祭司的计划是如此的天衣无缝。从一开始，你、麒麟、幽花三个人被下达取同一件灵器的白巡，他们就是为了让幽花在灵冢里与你们自相残杀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白银祭司他计划中的一部分。他们绝对不容许这世界上还存活着拥有永生天赋的人。是的，如果这世上存活着拥有永生天赋的人，极美的最后一层封印就有可能被解开。而这最后一道封印真正的意义在于，如果一个人放进了这么多的血，就算开启了封印，进到了下一层，也绝对是虚弱不堪一击。如果遇到新的危险和攻击，肯定是无法继续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把你牵扯进来这件麻烦的事。既然把我们两个最后留在灵中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感觉不到他了，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是，我没有王爵，我真的不明白你跟王爵之间
那种快乐、亲密的感觉，可是那种被抛弃的感受，我是有的。如花，你怎么知道这是永生道的？你可以感觉到吗？我感觉到的，可是感觉到了又有什么用？这一次，我的王爵彻彻底底的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。我的血流速度越来越慢，要想办法让它变得更快一点。这个黑暗的遗迹到处充满着未知的危险，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。林泉，这给你。这件灵器叫聚灵玉，虽然它无法产生黄金灵物，但是它可以大范围的将空间内的灵物迅速的聚集在这里。对于受伤或是消耗过多灵力的灵术师来说，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灵器。你就像一个移动的灵种，以后谁要灵器，找你拿就是了。你是不是想麒麟了？我还有一些担忧。我们这一路走来，过的每一关都不容易，却又很侥幸。到目前为止，并没有正面交锋的情况发生。正是因为这种宁静，更加让人不安。我担心，是不是有什么正在催生暗涌？的确，如果囚禁极美的地方这么简单就能找到，那我们的营救也显得容易了一些。一定还有什么被我们遗漏了。是一把匕首，它会不会是棋子？可是这里的黄金灵物已剩的不多了。没关系，我来试试。等一下，如果它真的是棋子，至少我们可以一起瞬间移到另一个空间。如果它是陷阱的机关，我就立刻把你拉回来。林泉，你是我见过最聪明、最勇敢的女人。小心。
生了什么，我现在灵力不够。凌晨，妹妹，哥哥，是你吗？哥哥，我是幽花，朝暮苦想着乱意成荒，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坠入迷雾，你看看我，掩埋下悲苦，隐蔽，你能看到我吗？我是幽花，父亲。只是一步，是我徒父亲捉目，父亲。你在听吗？他真的好绝情啊，他什么都没给我留下，哪怕连一句话他都没有留下。可我为什么还是好难？就算他留下了什么，又有什么用呢？王爵们做事情都是有他们的选择的，从来都不注意我们的感受。不过他们给我们留了一样东西。
就是坚持，那就是不要放弃。他们不会想要看到我们这样的，我们要继续战斗下去。叛变的七度使徒麒麟，原来你在这里，你的王爵呢？如果我杀了你，银尘知道后一定会发狂，一定不会放过我吧？你杀了我跟银尘有什么关系？还真是个好使徒，如果我杀了他最在意的使徒，他一定会回来找我报仇。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和这个曾经的大天使痛痛快快地大战一场。变态！一个联盟绝对没有见过的使徒不配跟我说话。现在我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地狱。看来这确实是一枚棋子，而且使用过一次就失效，可来不可回。这就是灵种尽头的石门。七妹，难道石门之后就是极美的囚禁之地？进入白色地狱者，必先舍弃灵气。这就是让人放置灵气的地方。想我进这道门，居然还要先交出灵气，又是一层削弱闯入者能力的防线。无论是第一层的祝福，还是第二层放满一池血才能显现的匕首棋子，这里必须丢弃灵气才能开启大门。还有用吗？淌血！七度使徒想用这种小儿科的办法来反抗吗？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！这就承受不住了。看来今天结束的会很快，真是让人不惊喜。死在永生岛上，还真是讽刺。临死之前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好啊，你叫他来，正好我连他一起杀掉。
救你了。知道王爵跟使徒是什么关系吗？什么关系？使徒是王爵的接班人，当王爵死亡或是让位时，就会成为新一任的王爵。而使徒的任务就只有一个，就是杀了王爵，取代王爵。精灵，他已经取代银尘，成为七度王爵。银尘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
感觉到了什么？银尘离我越来越远，我感觉不到他。你已经吸收了霓虹的灵力，现在应该很强大。和我一起杀了麒麟。帮助我。既然银尘已经死了，那我就杀了你。不行，我去找他。我要去找银尘，我要去找他。你哪里也不能去。我是不可能让你杀麒麟的。你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拦我吗？麒麟，祭司下令，所有王爵和使徒必须保证新晋七度王爵麒麟的安全。什么？恭喜你啊，新晋七度王爵麒麟。我们正要回帝都去会见白银祭司，七度王爵一起吧。凭什么要我去见白银祭司？麒麟，你不能这么说，你这是直接和白银祭司作对。我在乎吗？如果银尘不在了，我怎么去拯救玄策？我怎么去完成殃泽的心愿？你是故意的吗？你明明知道，只要再晚一下，我就可以。白银祭司要我现在就带你回帝都，刻不容缓。你认为回帝都更重要吗？现在马上，要不要带上你的宝贝使徒啊？只有你跟我两个人，我也有点意外。
至少还有一个人。齐拉，白银祭司，五度王爵和六度王爵都已接连死亡，连权成为新的双生王爵，而七度王爵银尘违抗命令，帮助连权逃跑。这些我们已经清楚了。那么，白银祭司召唤我和二度王爵前来是为了？如今叛逃的王爵是巨大的危机，新生七度王爵麒麟又受到前度银尘王爵的蛊惑，执迷不返，是时候派出玄苍最强大的王爵来协助你们恢复玄苍秩序。玄苍最强大的王爵，若想你寄宿，被风雨雪放逐，好过朝暮苦想着爱你。他还是动的。可是他却知道，我想的是对呀、啊。对，这句说错了。饮冰带若雪，不为一场捉目，相数不好意思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心里的最后一个封印，就我可以拜见他。这最后一个封印，真正的意义在于，一池同源黄金血，换开白色地狱门。地狱门，应该指的，就是通往下一层的。为什么是白色地狱？黄金雪又是指的什么？时间我在想，白色地狱应该指的就是囚禁。如果没有永生天子灵，即使是找到托人，会盲目，也会觉得辛苦。只是你一回神，我会放下全部。就算到了下一层，绝对是虚弱不堪一击。我还没讲完。在魂中里被调动过几次，就是为了要让幽花是我徒劳说母，坠入迷雾，掩埋下悲苦，饮冰带热血，无畏一场捉目，想输也想输，只是走。